今天我们第一个故事呢，就要从台湾的平民美食开始说起。什么是最亲民的大众美食呢？相信蛮多人都会说，就是这个盐酥鸡。全台湾卖盐酥鸡的业者加起来最少也有3-4千家吧。但是呢，其中有一家位在大直的盐酥鸡专门店，这小店的营业额至少超过了2000万以上，而且这个利润呢高达了一半以上。同样都是卖盐酥鸡，到底如何做到业界的 number one 呢？我们带您看看小盐酥鸡赚大钱的秘诀到底在哪里？盐酥鸡再来，鱿鱼还有呢，鸡胸脯2份再来，鸡米花1份，还有呢，地瓜1份再来。晚一点过8点之后啦，8点半之后都是要排队的。从基隆特地来这边，对，没有这家，有，但是这家的就是酱料比较特别。什么魅力让人专程从基隆杀到台北来解馋？答案全在玻璃柜里刺激唾腺分泌的琳琅满目和扑鼻而来的诱人香气里。固定成色的那个项品里面有65项以上，但是我们前后左右啊，我们炸过的项目有达到1000种以上，超过65种以上的品项。这家位在大直的盐酥鸡专门店，选择之多，如果号称台湾第二，恐怕没有人可以称第一。例假日不用说，光是平常日的晚上，号码牌永远停在3位数就可以知道受欢迎的程度。后场厨房里备料作业，从早上8点到凌晨1点没有停过。要在台湾竞争激烈的盐酥鸡市场出位，基本款盐酥鸡块当然就要够味。老板洪志谦不用冷冻鸡肉，坚持选用当天现宰的肉鸡，太老太幼气都不行。解冻跟冷冻，它不会有这种光滑度。有我们的鸡呢，哈，都是用肉鸡，而且都在用差不多在45天的鸡肉。这个时候的鸡肉，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光是鸡肉，洪志谦一天就要卖掉500斤，生意好到干脆把市场里卖鸡肉的阿姨请到店里，专门负责庖丁解鸡。我们在切的过程里面也有统一的规格，大概在5公分跟5公分的规格。好，为什么要5公分？但它在炸跟吃刚好一口，好，然后它在炸的过程里面，它也因为有统一的规格，不会说有的肉太小太涩，有的肉太大没有。有标准化更有独特性，肉块腌制要香要呛才够回味。除了有10几种的中药成分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蒜头加米酒这个要件。这个蒜头加米酒，它的味道会更浓、更浓郁、更呛，而且它遇到我们的盐酥鸡的鸡肉里面，它很快会把里面的纤维质锁。接着放入滚筒做高压氧按摩，鸡肉里面的毛细孔撑开，这跟我们取三温暖是一样，它的原理是一样。所以我们一般在腌料的过程要8个小时才入味的话，经过真空按摩的话，它只要半个小时就入味。经过180度高温油炸，再撒上独家配方的胡椒盐，网络上有口皆碑的招牌盐酥鸡块诞生。它的胡椒盐就是比一般的咸酥鸡不一样，对，就是非常的好吃。要打遍天下无敌手，盐酥鸡块只是基本招式。洪志谦还有别人不敢用的好料，要塞住台湾人挑剔的嘴。这个牛肉条是在牛肉里面呢，仅次于牛，就是我们讲的牛的松板的那个区块，好，叫做牛肉条。这个吃起来，第一个它口感很滑溜，很滑顺。这么好的肉啊，是像炸不会变烂？不会，因为哈。我们要突破我们一般盐酥鸡的传统的那种吃法的话，哈，所以我们现在哈都一直在研究走很高等级的一些食材，好来做一个结合。高级牛排馆的牛肋条切块一样不手软，再用熬煮8个小时的昆布高汤和黑胡椒酱一起浸泡入味，下锅10秒炸到7分熟，只有鲜嫩2个字可以形容。如果很新鲜的海鲜的话，我们吃它本身海鲜它本身的那个海鲜味鲜度，好，如果没有海鲜它的鲜度的话，一般吃起来它就会有海腥味，好，它这个不会，它的吃起来是非常鲜甜的。洪志谦另一项美味必杀技，海鲜餐厅才有的阿根廷章鱼脚，走的也是奢华路线。
黄志谦说，除了成本考量，因为讲究鲜度不好保存，一般卖盐酥鸡的除了花枝鱿鱼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海鲜选择，高档的章鱼脚更是少见。最喜欢吃什么？章鱼脚。对，因为就是别家咸酥鸡是没有的，对，就是它很特别的地方，很 Q。念书时，妈妈就在推摊车卖盐酥鸡，洪志谦可说是吃盐酥鸡长大的孩子。18年前接下妈妈的棒子，身为盐酥鸡第二代，他力求突破传统的经营模式，在大直开启店面，用比别人更多更精的食材吸引学生和过路客。他还引进西式素食业的标准作业流程概念，油炸鸡分成低温、中温、高温，分别用来炸蔬菜、肉类和海鲜，一天换油2次，成本比别人多了30%以上。光是掌握火候炉火纯青的油炸师傅，月薪就要6万块。洪志谦的大手笔曾经被同业取笑塔卡派克，不过用心是吃得出来的。他靠着细节和品质，终于在大直小吃界杀出重围，口耳相传红遍大台北。东西如果谁只要增加都可以哈。好，来，小姐，你刚好是200块，请问你要加辣吗？店里每天大排长龙，洪志谦还定制了一条输送带，客人点着等着处理的、炸好的，就这样一来一往，缩短了作业流程。POS 系统3秒钟完成点菜结账，更是业界创举。想尽办法争取时间，吸进新台币，每年营业额超过2000万元。营业额我们没有真正去统计过，是。又是一个怕红的，很怕。把抽修的盐酥鸡做成了传奇故事，洪志谦大方不藏私，他说只要想创业的人来请教，他都愿意免费传授。问他难道不怕吃饭本领全被学光光？盐酥鸡这种东西哦，不是一成不变的，从30年前到现在，他除了腌法、炸法，还有他的火粉的原物料，我们都无时无刻都在做调整。如果你没有跟随我们的脚步在一起成长的话，你之前所学的跟现在我们所卖的还是会有所不同的。而下一步，他期许盐酥鸡不止在台湾飘香，还希望能够让这粗糙澎湃的台式炸鸡能够跨出宝岛，继珍珠奶茶之后成为台湾美食的代表。有信心，除了在台湾第一，我们在国际也尽量能把它拼到第一。